说的底妆是这个阿玛尼的这个蓝标大师。蓝标大师呢，我是夏天用的比较多，因为它的出来的妆效也是，就是它也是那种比较奶油的。我在这时候给大家试，它是有流动性的，所以说它是其实是比较轻薄的。你看它也很奶油，我是很喜欢奶油妆感的底妆啊。然后它的遮瑕力真的蛮高的，我基本上用它的时候我都不用盖两层，一层就可以。你看你用手也是可以把它推开。然后它对于我来说，我为什么会喜欢在夏天用，因为其实它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干的，我冬天用它不行。我冬天用它的话，就在我皮肤比较干容易爆皮的时候用它，会觉得不是那么的滋润。虽然说它不会说让我的脸很干，但是确实是不是特别滋润。但是你夏天用它的时候真的是完美，就是既遮瑕，然后滋润度适中，就正合适。它不属于特别滋润的，它又不属于特别干的，各个方面都比较平衡的基础上，它遮瑕力又比较高，所以说我觉得就很适合混油或者是干皮，你夏天来用，然后你如果是油皮的话，你冬天用它完全没问题。这款就是综合实力比较高，很跟大家。